各个各个，瞄准发射。大家好，我是 BG48 Team J 的葛思琪，今年是我第三次参加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了，然后很幸运的在去年就因为大家的支持和厚爱，然后我得到了第60名的好成绩。这里要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们，为了回馈大家，我最近学了一个个人技，皮卡丘。可能没有那么萌。然后我今年的目标就是，味道不错。谢谢大家。2019新的旅程 SNH48 Group 第六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就要开始了，我是葛思琪，感谢大家为我投票，2019让我们一起加油吧。